main style of my works is a 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 with Chinese ink painting. 绘画对我来说比较像是一种抒发吧，就是对我看到的、我所感的一些事物的这种一种表现的一种方式。当我在描绘一些风景的时候，观者能够辨别出他是他曾经看过的某些风景或者物件的时候，这种状况如果发生，我觉得是对创作者一个很大的肯定，就是我觉得哇，终于被看到了，就是我的想法终于传达出去了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华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作品。那我之后有个展，欢迎大家来看哦，拜拜。